说起狙击步枪，射程和精度是一把狙击步枪最重要的两点。一位好的狙击手得有一把趁手的狙击步枪，狙击手的任务完成的程度很大，一方面要看这把枪的射程和精度，如果精度够了，射程不够那也是白搭。 M200， 而现代的狙击步枪中射程最远的一支狙击步枪，这把 M200 远距离反人员狙击步枪可以在2270米外还能够打中一枚硬币，所以它的有效射程和精度相比于其他的狙击步枪来讲几乎是非常难以跨越的。这把狙击步枪是美国的一个公司研制的手动枪机操作式狙击步枪，它使用了7发容量的可拆式单排弹匣供弹，对于远距离的目标阻截有着非常好的效果。巴雷特有的武器你喜欢用巴雷特狙击步枪和这把 M200 相比，但是巴雷特装备的大多是穿甲弹和燃烧弹，它是一把反器械的狙击步枪，威力自然是不能比拟的。但是巴雷特的有效射程仅有1800米左右，相比于 M200 远距离反人员狙击步枪的2200米左右的有效射程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M200 大家更喜欢巴雷特还是 M200 狙击步枪？